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刚刚友军哥呢有喂鱼吃饲料，好，他只有喂小撮啊，结果鱼有在吃，代表说这几天呢可能没人喂，所以他们很饿。好，因为冰淇淋公主她就是患了一个比较棘手的病，好，所以没办法喂。那现在有友军哥在喂，好，你啊不吃啊？哦，有了，吃了。丢什么？喂鱼啊。我们丢过期的饲料给他们吃。有刚是、欸，有啦，还是有在吃的、啊。刚是一下子抢光了。哦。刚都屁股在这边等。了解。放多几天没喂了哈。有了啦，我昨天就喂了，昨天拿新饲料。有了有啦，有金哥一两回来还是有喂。哦，我以为那个牧羊犬不在那边。早上有金哥是他的代理人，所以要设计的东西也是可以找有金哥。哈、嗯，画logo。好 ，OK， 冰淇淋公主有看到了吗？有在喂，而且他们已经吃饱了。